迎再次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丙级烫金城找对手，料理大赛。Hello， 晚安，大家好，感谢各位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我是丙级烫金城。好烫啊你！但是我没有觉得你特别厉害啊，你都是在靠别人帮忙。从丙级执照到现在烫金的，你什么时候靠过自己？任何比赛本来就是靠一点运气嘛。是啊，一个只是靠运气的人，竟然要找对手，真是狂妄。而且我要赢五次，这样子我就是金城武。这句话一出，竟然有工作人员傻眼。没关系。今天又来了一组要做第二波的宣传，听说他就是五八五八在一起的好朋友。是的，欢迎黄登辉制造中唐振刚、武相辉四位。这是这一出 LINE TV 上面即将播出的好戏，听说是三立年度自制大戏，对，已经播出了，是不是？播了，已经在12月9号播出了，对，五八五八在一起，星期三会在 LINE 首播，对，星期六在未来，星期日在三立都会台晚上10点，黄登辉在里面有演出，我是女主角魏如云的哥哥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唱自己。断句下的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断句下的不对。我算是他们这个暴跳小子，这么一个偶像团体叫做暴跳小子，我是算他们经纪人的儿子。为什么断句的话这么奇怪？不是因为后来我爸挂了嘛？啊，我爸挂了，我继承我爸经纪人位置。其实我是你爸爸，哎，好朋友。大概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这剧情很有趣。这个暴跳小子有哪些人？有黄河，然后周承恩，我，他们两个，小刚跟小玉。小玉，你兄在里面演的是？哦，我是女主角的好朋友。女主角，我说的是有那么多女主角，我是女主角的好朋友。你们两个跳一下，给我们看看。对，不要，因为黄河他不太会跳，魏如云也不太会跳。是我们老师应该跳下。对啊，你跳一个人的动作，自己也 solo， 到底要不要跳？到底要不要跳？可以啊，来吧，自己也 solo。来，老师一个 tempo， 耶！好久没看跳舞了。有。哎呦，老师，哎呦，老师，有哦，小心桌脚哦。哦，哎呦，小心哦。来喽。哇！我还在跳。好，这个戏希望大家喜爱，好不好？啪，这叫做五八五八在一起。我选徒弟，待会儿是徒弟选师傅，是 OK。好，那你们这是两个，你们俩一组是吧？对。哎，选我。容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的烫金城跟五雄是有关系的。哎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五雄。你确定吗？来吧，在一起。你就这样选我们？有小刚的身手，加上你的慧杰，我觉得这身手对不对？那请换位置。好，两位来这边来。那我们要选师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选师傅。来，师傅，另外两位，请出场。这三位是庙会来的师傅，音乐师。哦，找一个当你们的指导老师，少宗，让你的慧眼来试一下英雄。少宗蛮会做菜，对，他很常做菜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今天我要带的那个围巾，自己带围巾来，不好意思，有点辣茶。他准备好吃饭了，我都。这是裤子还是什么？没有啦，自己自备的围裙啊，蛮好看的，真的，对啊，很有样子。那我们来选，会比我这个好看多了。那我们要开始选师傅了吗？选了。那我们选交给你了，因为我看不出来他们三个的实力。这个是夏雨乔，不要两个是师傅，你哪边看不出来？就讲一些场面话嘛。OK， 不要选夏雨乔。过梦。哎，没有。哦，真的吗？他很多老师很厉害，你自己说说。他很强。那就夏雨乔是乘客克星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很多节目他都好难选哦。对呀。我本身也是客家人。真的吗？专门克他的家人。你是我哥啊。好了，你选，交给你选了。好了，那选麦。
卖保险的吗？真的？对啊，对对。你不想哇？对啊，既然有克星啊，像有克星是最好的。真的确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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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下一条请出列。我做错选择了吗？好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不好意思，八分钟两道菜是哪两道？吴秉承师傅请介绍。干煸四季豆、姜丝炒大肠，这个真的是客家菜哦。对，对，两道菜，姜丝是，干煸不是。嗯，这两道，来，我们准备特训开始。你们知道下雨桥其实上料理台之后他会变一个人吗？有这种事要变什么？他会变恰杂不？啊，我有听说他连那个杨丽莎。老板，都是熟的，全部切，不能切太小，切太小那个鸡蛋没有，现在差不多这样子。这个要先煸，对，这个不要先煸。啊、老师，你到底要不要煸啊？想一下，这个水锅要不要？哦，卤一下，还要卤。等下里面放盐巴，然后放酱油。你刚才一下子教这么多，我全部忘光了。你记得就好。我记得，我有输入在脑袋里面。哎呀，巧巧对这两位徒弟，一个稳重，一个慌乱，他们会是烫衣城的对手吗？好的，干煸四季豆、姜丝炒大肠，八分钟做完。哦，中间有一次求救。好，不一样的是，上面这一排是陈哥这边是有烫金的。哇！到时候要求救时，你们可以选中间这烫金的号码，一二三，随便你们选。好。现在陈哥是炙手可热的时候。哦。对不对？金城武。金城。只有五次才有了。哦，不会啦，有五雄在啦。五雄，金城武。真的。哇！金城武胸疼，是这样对对对，胸疼，一次求救而已。好的，八分钟计时开始，来，没有啦，你先不要动，我来切这个好了，我先备料，先把，因为我怕我妈切很丑。哎呦，你会切啊？你会做菜啊？我吗？你的样子挺好哎。以前喜欢做，但是其实做不好。对，我也是以前很喜欢做，蛮有样子的耶。武雄，你姐姐、你妈妈来是很厉害的哦。我知道啦。哦，她没有遗传。哎，这个刀很好切。哇，奇怪，都好厉害的。她的腿是比较好，但是她姐姐真的是最近进步很大。而且你妈妈比较爱你。小的大辣椒太大了，辣椒不要切那么大了。辣椒这么大吗？妈来每次都骂你姐，我知道啊。你在家常被你妈骂吗？不会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这次你如果输了怎么办？所以你如果输了，你觉得回去跟你妈妈、跟你姐姐聊天，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卑？不会啊，他们没有在联络，他们没有在联络。哦，没联络，没联络。那就真相大白。我每次在这边，摄影棚碰到好陌生。哎，你有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你妈他们来啊？哎，你知道你妈妈最近感冒吗？我知道。你妈妈讲话有没有声音？没什么声音。她骂人很有声音。你们真的有联络？有啦。对啊，奇怪，你怎么知道嘞？先细思啊，先细越细越。武雄越细，武雄聊着聊着你就聊进去了，武雄越细越好。好了，来过来，过来，到这边来。越细越好，对不对？时间有六分钟啊，不用切太细吧？姜丝哎，不用切太细啦。姜丝。你那个叫姜根吧，不用切太细吧，姜条，因为它会炒软呢。当然要切细。你有没有吃过姜丝炒大肠？有，是这么粗吗？当然要切非常细，它才会出味啊。哎，你今天教的很自然哦，太大根了，太大根了。我没有烫金啊。对，人家比什么？没有烫水啊，没有烫水可以讲。你本来就要让，像我们跟你比赛，我们也是有让啊。你先吃，当然越细越好，是不是？要切断。你有在让？当然有让。哎呀，好紧张啊。慢慢切嘛，你好了就可以继续做你要做的事了。第一次这个切大肠，我觉得自己切的不错，还不错，有没有？还不错，大小适中。我第一次切的，很好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用那种记忆中我吃到姜丝炒大肠的大小去切的。哦，所以现在哎不对，我要卤之前要先加一点东西的。要卤啊？稍微卤穿烫一下，师傅酱椒啊，对不对？需要卤包吗？师傅椒加一点盐嘛，先加一点盐，给你一些酱油卤一下。哦，加酱油啊。不是啊，呢，一点点盐。赶快切，水蒸气。小心。那我同时就那个。好啊。放这个。老师，这个酱油应该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我不能说。他不能再说了啦。哦，你看到我了？干什么东西？黄章伟，娘啊你！娘炮干什么？不是很痛啊？哦，有一点颜色就好了，不要太咸啊！完了完了。啊，那是要……啊，我去加一包好了，啊，那好啊。完了。哇！
来哦，太自然了。哦，好，太简单。但我必须要跟你讲，姜丝大肠是白色的。哇塞哇塞，但是要阿基斯做的时候会加一点。卤肉味来了，来哦，大肠下水喽。你在跟家属讲话的？对啊，孩子们。大肠下水喽。你在跟家属讲话的？对啊，孩子们。哎，你们都切完了吗？赶快做接下来的事啊！你要求救了，你要拿起来了。这边讲太多话，来，我们到对面去了啊！继续炸啦，继续炸！哇！放到这边来就可以了，先倒过来。漂亮！漂亮漂亮漂亮！我怎么拿它？我看到要求救，我看到的是这样，可是这样吃又太干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你这个事后怎么处理。嗯，哎，我看到都长这样。哎，油锅要用，还要需要油锅的。可以换锅子没关系啊。对，换对换对。然后可以炒吧炒吧。炒吧炒吧在一起。炒吧炒吧在一锅。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好好。还有四分钟，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有三张牌是陈哥可以帮你做完一道，不需要求救啦。陈哥可以帮你做完一道，你们两个做一道。我们要求救，孩子拿起来。陈哥帮帮我。一二三选一个，一二三选一个。二号，二号选到陈哥怎么救呢？交一分钟。广东腔简单啊，来呀，连头塞了一个了。先让你练十秒，十秒，来十秒，要穿插广东话在里面。对，先要练十秒。好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这十秒不算吧？大家观众大家好了，我是了郑国成。也讲广东腔，其实了，一直以来习惯说标准国语了。啊，十秒时间到了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哎呀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哎，这样子，这个水了，这个水倒过去了，待会要一起用啊。但是虾米不要过去了，用快一点，快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要变虾，这个变很变给它像，这是哪一道菜啊？大面是一道，然后呢，虾米进来炒的一起炒，火要一起大的，这一起水平是最大的了。等一下吗？还等一下下，等香味出来再放这个。好，好，谢了。然后一定要稳定。火鸡了，火鸡了，这个还没有就是。哎，这为什么不用？要放先吗？这个啊，待会也要一起炒了。应该可以。等一下要卤它的时候呢，水要够多。啊，这些干煸四季豆是吧？奶油出发。这个拔捞。哎，要为它让它去来。然后两分钟换葱花，加一下哦。哎，你葱是不是加太快了？葱花是不是下快了？对啊，这样子它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。等一下用这个高汤下来。然后呢？哦，要香味都出来，香味都出来。最后再调味胡椒、酱油、胡椒、酱油、盐，时间好到，好了，好了，好麻烦嘛，这样子时间更短，更短啦，唔得闲喎。那你来一首《狂野之城》吧。你是攻击，你是反派吗？哎，好了，不能加了。好了，尽量不要加。哎，再加，还没有，加盖子，加盖子，先扔主力麦。结束了，看对面，可报队要求救啊！干什么？我们下呀！哎，你们来看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切葱花，赶快看！这什么好看的？好不好看？有没有要求救？加点酱。要啊，当然要啊！要求救是？对啊，你们现在才问，拿起来。师傅，帮帮我！快放锅子！来，师傅帮帮我！没关系啊。请问你们要选的是几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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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选，你选。二号好了，二号对。二号。他什么枪？啊？他什么枪？只交不做一分钟，不行啊！不行，只交不做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下来就就下来，香油香油来，香油，香油来了，快香油来了，香油来了，绕两圈，绕两圈，绕两圈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这丢下来了，这边也绕两圈，绕两圈，绕两圈，是交不是骂哦，这个交下去，肉不要把这个肩拿回来啦，交回来。用这个，用这个，你不要这么香啊！真的，快快快快快，太慢了！肉丢下去，肉姜给我，肉给你，姜给我下去，姜给我，肉给你。这个炒香之后放虾米，虾米稍微切一下，虾米炒完之后炒冬菜，好，虾米炒完之后炒冬菜，冬菜炒完之后这个高汤全部丢下来。老师，姜呢？姜这边。姜炒香之后再继续炒，要炒香。炒香之后，香之后这个酸菜丢下来，丢酸菜。姜香丢酸，
菜，丢一半就好，丢一半就好。丢下来之后，这也放一点汤下来，放一点汤下来，都没有热水，放一点汤下来，然后那个这个豆瓣全部放下来，豆瓣下来，最后才放那个哦，好，浇的非常炒香啊，好好。这好香哦，要先炒香哦，炒香，要炒香哦，炒香，火不要关小哦，嗯，火不要关小。哎，你流汗了，是有骂你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有被吓到吗？不是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哎，我现在心平气和，对。哎，他们平常卖保险也都是这么凶对客户吗？还要再加什么？所以他没有客户啊。要加什么？赶快！我刚刚有说要加什么？是这个吗？不讲话了。冬菜。哦，冬菜。你教的太明显了吧？还冬菜嘞？冬桥，新年快乐！耶！冬菜全加了。时间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。哎，教嘞。而且没有剁碎啊。哇，这个快焦掉了。你再快焦掉，真的快焦掉，汤汁真的快焦掉，汤真的快焦掉了。救你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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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来，全家，碎碎碎碎碎，全部了，哦全家，好啦，下一条不要再焦得太明显了哦。差不多很香哦。我的香了没？香啊要一半的酸菜。哎，你有在听？有啦，你记得比他好哎。不要离开火，不要离开火。然后一半酸菜炒一炒之后，做什么菜？豆瓣酱就要进去。你要做什么菜？你是干煸四季豆了。干煸四季豆，我都会揍他。林老师哎，哦，林老师你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了哦。哎，我要下豆瓣酱哦，赶快下。我人生第一个姜丝炒大肠哦，高汤高汤，谁哎，你把我的高汤倒进去，我没高汤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焦掉了，等会焦掉了，赶快，我先不要拿，先不要，我要焦掉了是。对，所以你要放什么？加水哦。不是。谁谁谁谁？哎呦，那呢？你觉得他威吧？不要一般。你自己尝尝味道，你自己尝。行空，这个调味啊。时间还有三十秒，看对面的啊。酸菜再来一点，加盐巴、糖啊。小教练，试味道，试味道了没？先试味道，再下。试味道，最后再下，最后再下。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OK。两边都是，两边都是。先试味道再下，调味是最后再调味的，先试味道。还要调味。不要不要太咸，不要加点糖。有糖下去。味道是没？还没。拿一个大肠试试看，就知道有没有味道了。好。喂，小兰会做菜。就不就这样？你的快焦喽，你的快焦喽。要快要快要快哦！帮我看。你自己吃下味道啊，你尝一下。时间还没到。可以了。时间到。时间到了，干煸四季豆加丝炒大肠，你们快点，没有时间干什么东西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现在上桌喽！品尝一下这样子目前的教学结果，来哦，验证一下好不好？先吃我们都先做好，先吃好啊。我们的好像真的比较干的，对啊，太干了。干煸四季豆就是干煸呢，嗯，是干煸不是干煸，是干当中带有些许的湿润。哦，那就是我们的，那就是我们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才是滋润。这边请吃。哎，我觉得这不错哦，那是比较湿润啊。嗯，好吃，比较脆。我们真的比较有脆甜的感觉，对，嗯嗯，脆甜来这边，嗯。哎，你们的大肠切的不好看哦，我的妈呀！我们这边大肠切超好看，哪有？哪有？我切的，这边我切的，你切在别人，我来不切，哪有 ？OK 啊，酸酸咸咸，你先看我们的，为什么是大肠汤？哎，真的耶！那我们刚刚那个，对，哦，还好，我们胡椒粉它盖子。我这一口好大的柠檬，对我这一口也是好酸哦，是不是很酸？你觉得有味道吧？很酸吧？第一个阶段，输就吃香蕉。好紧张哦！这两道菜，好紧张哦。总分如何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口气 ，maybe 显胜 ，maybe 詹姆斯先来，其实没有赢很多了，严格说起来就是显胜没错。那我觉得姜丝炒大肠的地方，两边都有各的好处，但这边香气比较足，足哦。对，那这边可惜的湿润度有，可是感觉上好像是用汤汁一直煮到烂掉了。
哦，对，如果说你炸了再干一点点，然后下下去微，只要它收一点水进来的话，可能这边一定会比这边好吃，有点太软烂。哦，再炸一下，炸一分钟会更棒。收水稍微收干点。阿基斯总结，卡干嘛？卡干太行。造型应该以这个取胜。哦，那你这个湿润过头了，看它就白剧沙沙的样呢。啊，好好的都看，我今天感觉。恭喜，再次获胜！恭喜，也恭喜对手吃两胶。好，我们离成功稍微迈进了一大步，因为2-0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拿一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请加油哈，把刚才的一些失误，我们待会再好不好？再来讨论一下。第二阶段是指定菜，什么？请看。鲜虾粉丝煲，这太难了吧？好难吃，但是很复杂。我觉得粉丝煲都很不会，这是他强项。我们加油，出发。虾子剪到它整个开哦，几乎要剪到肚子，但肚子不要开。啊，我剪的不是很好，你自己。好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就吃到的那个虾子的感觉，外面吃到的。下锅就显得那么大。大概要一个20秒，要一个20秒，才可以再炒香锅才行。就用这个咖喱油去炒香菜，然后粉末。慢慢加。上阶段抢桥队惨败，徒弟这回收起玩心，认真做特训，他们能够因此得到好成绩吗？刚才是8分钟2道，现在是10分钟1道，所以相对的难度会减少很多。哦，明显的，刚刚烫金城这边拿了2分，骄兵必败。好了，这一次还是有求救哦，一样从这边的牌子，这两个很闪亮的金色这边选一个牌子，好，骄兵必败哦，烫金城，不要再一直骄喽。哦，了解。看来上阶段赢了2票的烫金城，还是很担心被对手给超前，骄不停的他们能否再次赢得胜利嘞？闪亮的金色这边选一个牌子，好，骄兵必败哦，烫金城，不要再一直骄喽。哦，了解。好的，十分钟鲜虾粉丝煲计时开始，来，我们这边。你看它底在多底。哎，真鲜，哎，真鲜，哦，你顺路就一直浇下去，哎，没有。他们两个很明显真认真很多，认真很多。我看他们认真，就觉得很真的，真的很好笑。小孩有时候是要骂的。是不是？又被严厉的教训了一下。没有啦，没有严厉啦。因为他刚真的被我骂到整个在冒汗。对啊，我开始我刚要做什么菜都不知道。是不是有点太凶了？你自己的拿手菜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自己咖喱饭啊，然后煲汤之类的。哎，那这个很适合啊。嗯，咖喱饭。可是做菜不喜欢吃咖喱鸡、咖喱猪还是什么？咖喱牛。咖喱牛。对。哦。做菜一难度会稍微高了。因为还是要熬到。那你选什么部位的牛肉？牛腩。牛腩要煮很久。对，腱子，然后有点腱子。腱子肉。对，可是可以先用电锅先煮一下，然后用那个。谁教你？跟谁学？阿基斯学的。没有了。对，就有在网上节目，对，有在看节目。你背这么快哦？对啊，差不多是这样。油温要注意哦，油温要到很高才可以下。来吧。好。哎，看一下汤金城哦。亲爱的队友们，我们在备料，开背开得非常好。我现在已经6星级上班。开背。他刚刚有说他进入佳境。开背。按摩要开背。有。Hello， 我好了，这边好了。时间还有7分钟，求救喽！切定是冒烟喽！求救哦！冒烟要干嘛？冒烟喽！好，炸粉丝是不是？你要炸粉丝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要烫它。你要烫什么？对，这边多看。是刚刚小心会油爆哦。烫金教教你们的吗？放这边，里面有水啊，里面有水，危险，千万别玩。哎，对，这样比较安全一点。那盖上，拿住锅盖。哎，对，放下去。下了以后马上盖，拉起来，整个倒，整个倒。很好啊，不错。午休下去哪里啊？午休放鞭炮啊，去哪里啊？还有什么动作没做的？看一看，那个香菜要不要切？先切。我要切多碎啊？这个切丁。好，可以拿来。这油温够哦。放这盖起来。冒烟了吗？油温还不错哦。好了吗？差不多。十秒读一下。说20秒就20秒了，哎，20秒，有了。他们很认真在数，所以油还要不要用？要炸冬粉吗？等一下，油要一定要。这不用数住的，全部。20秒。唐金城，还要油。怎么样？用这个？怎么样？也漂亮哦，哎，这背开得很好，解开了。好了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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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漂亮，很好，放这搁着。好了，不要交了哈，汤金城，他已经赢两票了哦。嗯，可以。其实这个比赛的强弱真的很有趣，之前都是夏雨乔用香油，先用这段时间汤金城，你知道那个锐不可当啊，有用到锐不可当吗？哎，真的真的，就直接威胁。要不要求救？不求救，我们要去看对面喽。我们还不用，还不用，还不用哦。那走了，好，香菜也要切哦。走了走了，到对面来了。用香油，香油。哎，这虾子我刚才炸好，而且虾子漂亮吗？背开的很厉害。谁开的？我人生第一次开背，我开的。很好。有没有求救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现在目前还不需要，还不用吗？对，有，最近吗？先炒饭头，我要热砂锅了，各位观众，热砂锅了，人生第一次热砂锅，人生第一次热砂锅，你好多人，你真好，人长得这锅子脏脏哎，真的吗？嗯，擦擦擦擦擦，你先去擦一下，长得个年过三十哈，什么事都第一次学哈，我有说这样吗？没关系，你就尽量不要那个，求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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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我要求救！一二三，求救！求救！求救！一二三，求救！师傅帮帮我！帮帮我！请问一跟三，你要选哪一号？一三选一个，一三哦，就一号好，一号。因为 We are one，Number one，We are one，一号。一号是不是？一号。好的，把布教学一分钟，准备起把布，把布扔上来。太早放咖喱会焦掉。来，准备计时了。洋葱丢下来。把布现在可以丢洋葱吗？行吗？把牌子收掉，牌子收走，牌子收走。然后现在是不是？对，要加一点水，对不对？是要加一点水。那个教练那边有高汤哎，高汤，一半吗？全部。然后嘞？什么意思啊？先炒一下，再炒一下，慢慢炒，哎，慢慢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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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收干，收干，收一点，收一点。哦，是等一下要放虾子，还是用下？等一下，东本是最后的。我们老师说东本最后才下，对，不会太硬吗？调味吗？可以放虾子了，是不是？放虾子了。老师说可以放虾子喽。他不用调味哦。调味最后，调味最后，老师有教。老师有教啊，试试看可不可以，试试看味道。时间到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拜拜的朋友。明显下降，酱油嘞，酱油来一点嘞，有味道哎，酱油来点嘞，自己调味啊，来一点糖，哎，试试看，你试试看可不可以，够不够咸，够不够甜哈？我们不要太咸，这次不要太咸，我们刚刚被说太咸了，我们下手轻一点。好，有人要求救，来到对面去喽，帮忙拉下来。好的，麻烦把牌子举起来，一起说，来一杯，三，三，帮帮我，上面请问一跟三要选哪一号？是什么东西？看过一下，我入水一下就拉。一跟三，请问选哪一号？选哪？三。三是不是？三号选到什么？好的，边做边教一个动作。做完做完，边做边教。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一分钟计时开始。没有啊，你够咸吗？等下水再水再多水再多水再多，太多了。水太多还是水再多？那个虾虾的虾虾的虾虾的。其实我刚才高汤全下了，水要吗？是味道。热水，热水，你们有热水吗？热水来一点，热水来一点。来，来，来，给我汤匙。还有东西。汤不够的话要等小时，然后盖子盖住。加一点。一下。酱油来点，酱油。酱油，酱油，酱油。鱼露，鱼露在这。哇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做完，做完，做完。加油，加油。哦，这香油，这香油，等下洗过前再下这个哈，根本不放哦。啊，烫过，刚烫过，刚烫过，刚烫一下。等下洗过以后呢，再用这个做完，在上面好不好？那胡椒，胡椒准备，最后才拿出来。对，好，再拿出来。好，停，时间到。铺在找个空间，把它铺在中间，然后去吸收它。好，金牌，看那个要抓那个水分。金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抓那个水分啊。他自己试味道哦。好，就这样。时间剩下30秒，看对面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用筷子，用筷子。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步骤。味道试了吗？我可以试一下。味道还没试，可以试试看。还没试。老师试一下。哎，砂锅的温度在太高了。没有，刚热而已，没热很久，没有热很久。把那个把对，把刮进刮进来。对对对，不高不？不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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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搞了，我刚热而已。水不够。刚热而已。已经有加了。注意水。还没软。不能太少。水不能太少。可以试哦。嗯，还蛮好吃的。耶。
蒜太少，可以试哦。嗯，还蛮好吃的。耶！该加都加了吗？我们这次真的是比刚才认真大概两万倍。有，因为刚才我们有点轻敌啊。虾子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。虾子，哎，好，先虾粉上。好，来，好，大家。有请阿基师，我们做一下今年最后一次五星级的示范，鲜虾粉丝煲。鲜虾粉丝煲来了，请阿基师。你们刚刚都做过了，有任何的问题，像少宗啊、小刚啊、武雄，包括黄登辉，也有这么多难得的第一次。有任何的问题，为什么在这时候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加这个？都可以问，好不好？不用切，没有，切丝就可以了。切丝，拍碎。洋葱如果切丁行不行啊？跟粉丝走。跟粉这种效果会比较好啦。对，也对。来，你追看啦，我把鱼露先给放进来。餐具会有差别哦。有，它泡进来。它泡进来。哦，哇，原来我是这样子用的哦。像泡面一样。你现在呢，让它先预留它膨胀吸水的空间。待会你在焖它的时候，陈哥不是一直在跟你们分享吗？它吸水量很大的。对。啊，你这么叫我 hello b t 来电啊嘛。哦。哇哇哇哇！先炒洋葱，洋葱，洋葱。为什么刚刚陈哥你在问的时候，我比较建议切条呢？因为逆纹切条的话，待会儿呢，我跟这个虾子一起煮的时候，它甜味容易出得来，释放得快，而且软化的时候跟粉丝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它是表里一致的。这样更快。但这个要功夫吗？要功夫，对。刀子不会用危险呐，刀子如果不会用的话，这边的开背的一定要够深，对不对？够深，够深容易入味啊。哦。现在软了以后，洋葱味道出来。对啊，这样更好。我对啊，我用油更好啊，酷哦，对，它的更纯粹。用咖喱油来煎这个虾啊，不炸，不炸，不要炸啊，今天不炸，今天不炸，哎呦，换个做法，对，换一个做法，因为不是每个家里面都喜欢炸，对对对对，他不想浪费这么多油，对，这是比较家里的做法，尤其许多人都觉得呢，这个炸过虾的油不知道怎么放。不能，尤其一天用不完的话就浪费了。对，是是。那我刚刚下锅的时候没什么油，对不对？现在把多余的咖喱油进来。啊，对，咖喱油。我用咖喱油煎怎么样？到位吧？好，酷。咖喱油煎，嗯。这样子好，这样好哎，全部都。这做法也很好，这做法很棒。对对。好香哦，对啊，把这个香味。永远记得，永远记得虾的甲壳素，它经过油煎。炒过，跟直接用水煮的香味是天差地别，完全不一样的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哇，粉丝就已经直接，粉丝现在应该软了哈。哇，这样子到，这样子到，这么多。哇，那今天这个是第八种做法，鱼露跟那个，那现在呢？你直接吃这个粉丝的时候，它有椰浆的味道，你咬掉还鱼露也弄出来啊，很香嘛，直接吸进去。哎呦，哇，好，那么满是虾味满满的这个锅子，洋葱不用切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因为软化以后它跟粉丝它会结合的，不用担心。嗯，好，高汤一半就好，不用太多。嗯，米酒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好。那现在的动作呢？是我们先煮虾啊，哦，还要再煮一下，嗯，没有炸，刚刚没有熟，刚刚没有熟，虾汤刚刚只有六分熟，对对对。那现在的味道可以下淡一点点，一点点的鱼露就好，慢熊咸哦，有人当混乳咸吗？哦，哦，哎呦，这样子夹夹的时候才不会一坨一坨的，不会像你刚刚吃一样，对不？啊，那后椰子的味道也有了，鱼露的味道也进来了。那等一下，剩下残留的部分就是把虾的甜度放进来，就功德圆满了啊。嗯，好，那最尾巴呢？我这边咖喱哈，最后放。哇哦！芹菜猪跟辣椒会下吗？会，等一下。最后。对，这时候让咖喱的味道进来。对，那这个粉丝呢，就放上头。哇哇！有切没切，感觉差很多。嗯。明白这个是怎么切？切，算切片吧。嗯，那切斜片。我们切斜片。我们没有先中间对对刀对两半，我们没有。可以这样看啊，看。时间流淌。你先切屠龙斩。然后就是拿的每一把都是屠龙刀啊，好刀法。
都觉得那菜刀好好用。刚才菜刀在我手上就是卡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怎么会不知道为什么呢？椰香好香，这时候进来吸收一下这个螃蟹，对对，但是对它这个时候味道了会偏淡一点点，那我还会留一个撇步在最尾巴的时候，让它味道冲上来，然后效果还会更好。哇！吃完香蕉现在还是好饿，可以再吃两根，还有很多。哎，我无钱哦，刚刚底下楼主黑啊，做甜的呢。对啊，不然家里怎么炸这个虾？嗯。主要油就不会浪费，剩下你来。嗯，好，哎呦，这样子挑，可以这样哦，好妙哦。阿金是颠覆了我们的世界，真的。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呢，观众在看的时候，族群是很多元的，对，那么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创意要出来，没错。那说得好，行来主厨。说他专业也是专业，说他不专业也可以做到不专业。那么不管哪一个族群，都可以顾到，都可以顾到。来，我这么这样落来哈。哦，这样分开，两边这样。不专业是指来宾的部分吗？哎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我们啦。业余啦，业余啦，别这么说。加蛮多的啊。哇，而且不会觉得收太干的感觉，好像没有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没有很多汤。那现在呢？很湿润。回底的时候，旁边淋一点点的酒。哦，换了啊，换了啊。哦，阿林等会儿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粉丝宝完成。有机会你自己演练一下，来，请上桌。好，辛苦了。品尝一下阿基师的第八种做法，耶！超香的，好香哦，好吃哦！我的妈，可以打包吗？因为它很甜呢，那个对，好好吃哦。洋葱油很重要哎。哎，姜子虾子吃起来好像更鲜嫩一点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解除了很多人家里面不能用大很多的油来处理的吃到的遗憾，对不对？他们会觉得说，哎，那就可能就没办法做了。哎，很好吃，还是可以的。刚刚你们两票，先吃你们的。哎，一闻香气就差很多。哎，好好吃哦，也很好吃哎。我们没有那么重的椰香，对，我们也没有。但是我们一个，哎，你们的粉丝也很有弹性，很好吃。嗯嗯，没卖呢，是不错，好吃哎，好吃，香气很足。哇，阿展真的觉得很好吃，因为要吃香蕉了。哎，有点志气，不是真的好吃啦，真的不错，而且你们吃到下去那个粉丝那个后劲那后味全是有哎。好，谢谢我们的。哎，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了。别这么说嘛，我们也很努力了。啊，我们没有味道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啦？少宗，我就欣赏你的诚实。对，我们没有味道。我们的味道太淡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是他们的味道太浓，太浓郁。我们的刚刚好，我们比较健康。身为这么繁忙现代人，不能吃太咸，不能吃太咸。我们这个是养生的，你知道吗？准备起来。哎，是没人要吃我们。先生，再吃两个嘛，再多吃一点呗。鲜虾粉丝煲第二阶段，准备举牌，一，有啦，二，三，举牌。胖菊神在上阶段表现突出，率领徒弟们赢得评审们的掌声。小肖队不愿意认输，第二阶段使出全力，就是不愿意让晨晨有机会变成金城武。最终到底哪一队能够胜出？超精彩结果，广告之后即将揭晓。一，有啦，二，三，举牌。很好，五票金城武，没拿这么高分过哎。对，吴师傅好强。好，这边整个味道完完全全的压迫人，不管说虾的味道啦，整个香气啦，包括整个咖喱的味道，还有一个整个奶香味都比这边还要足。嗯，那你如果说吃你后面吃你们这边，你们味道比它稍微再向下顶够一点的话，它这边就蛮危险的。那不过它整个的味道什么调配都非常好，口感对，是有分数推荐。詹姆斯，简单就是咸度顶不够。对啊，因为你只要盐巴或咸度顶出来的时候，像鱼露啦，或是一点点酱油，甚至加点盐巴，你的味道所有的味道都会浮起来，就不会感觉上好像比较模糊。那这边是比较精准一点，不然你这个盐巴裸下去就不好用，差一点点。对的，好，这是总结吧。味道被拉掉了，嗯，你们小心过头，对，你的东西出来如果不到位的话，嗯，都会有一点遗珠之憾。多加都伤咸，没这个会惊嘛，没啊，就怕惊啊，怕惊啊。不要紧，老板过来了。好呀，五比零做
恭喜金城五队大胜。来，恭喜各位，保住妈妈的眼睛，香蕉也升起了，恭喜恭喜，保住我妈的名声了。丢脸，输的应该在忙吃香蕉，赢的人呢负责介绍好戏，好吧？你来介绍好戏，来，这出戏叫做《五爸五爸在一起》，我们已经播出了，每周三中午12点在 LINE TV， 你的手机都可以随时，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 ，App 下载就可以看到。对，那周六晚上9点在纬来戏剧台，然后周日晚上10点在三立都会台，希望大家支持《五爸五爸在一起》。五爸五爸在一起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精彩的主播，谢谢。祝全国喜欢看好戏的朋友天天都幸福！再见，金城武，拜！羊年贡献王最终准决赛，陈玉玲为抢香港机票杀红了眼，没想到却是在哈尔滨的街道边经常有野猫出没，于是母鸡竟然念旧，把小鸡背在背上是有点不合理，可是他们题目呢经常会反逻辑，而且如果在树上的话，猫咪也可以爬上树。那对呀 ，B 答案是 A。已经6根6根算多的了，那通常多跟多不会排在一起。我上节目中表演一次是2根，官将手，地位较高的猪恐吓地位低的猪，地位高恐吓走光明大路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吃便当，陈哥一过来，陈哥，B， 台上操作，答案是 B。现在篮子里还有5根，太多了，这里机票会越来越远。没有，他们要拿机票，拿香蕉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要机票。哎，他说不。你叫我飞哦，因为林哥，你今天应该会中8根。会啊，会啊。8根，恭喜恭喜！难道我就这样爬不起来吗？我要